就是在适当的时阵讲出句句事实，讲的是语气温柔和善，讲的是迄个目标，怀着自爱心讲出。父母的问题，一孝敬父母的家庭，被视为犹如婆罗门神仙远古的神奇同款，是真正值得敬仰的。二，为何以婆罗门神仙远古的神奇值得敬仰等措辞形容父母呢？因为父母为子儿付出真多，带因来到这个世间，恰用甲栽培因等等。感官之乐来自五境，第五境呢，一就是目睭会当辨别出的形象，以趣味、可爱、迷人、具诱惑力，与感官之乐有关联。二，耳孔会当辨别出的声音；三，鼻仔会当辨别出的气味；四，舌会当辨别出的滋味。五，身躯会当辨别出的触觉，因每一个拢趣味、可爱、迷人、具诱惑力，与感官之乐有关联，因是感官之乐的五个源头。Thank you.
所以因为五境而引起的快乐叫做为感官之乐，它是一种平凡之乐，一般人之乐，无高贵之乐。伊是无值得追求、发展或者重视的，我以为伊是可怕的。海涛慈悲基金会散播慈悲精神，照亮社会角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妇幼、年长者、身心障碍者等都需要被关怀。海涛法师于2019年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秉持佛陀弘化社会、利益众生的慈悲心，积极关怀社会，同时致力于社会净化的工作，监狱关怀、校园讲座等。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欢迎诸位大德加入慈悲的行列，让慈悲的阳光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护持账号50416116 50416116，户名海涛慈悲基金会。
我家都不有人从小没到土里多买着啊就别提他了真好了不用提他了三个人家把你杀拉了东西啊说你杀这个地里娘子就嘎啦没了他们这人都好了你把你真好了些重了我人家能好了重重的地道你就过得了这就啥管的就生马英把他给要也马英把那三个人的人的身体就不能啊三把的你也是多年了生给就把你变了呀他们这个上面听说康松康的满满的说什么呢这种气候你可能就过去生这些年了这龙啊一生定做一个叫上面就把有的这些这些的人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位菩萨大德，大家阿弥陀佛。上次分享《佛说四十二章经》第十二章“举难劝修，人有二十难，第十四难，心行平等难，心要保持慈悲平等一切，是不容易的，但是也要去做。”而在外境有相对的差别，譬如社会上有高官，有百姓，有人富贵，有人贫贱，有人外向端正庄严，有人六根残缺不全，有人聪慧伶俐，有人愚痴笨拙。学佛有老参新学，面对种种相对的外境，要能心行平等。假使心不平等，就会产生烦恼，而造作种种过失。在《金刚经》里面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就是我们的真如法性。成了佛也是一样，在畜生道，所有的小动物同我们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的。所以说心佛众生三如差别，凡有心者皆当作佛。从我们的本性来说，心也好，佛也好，众生也好，